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，我们的挑战继续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下一位挑战者闪亮登场。掌声有请孙斌。孙斌好，欢迎您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叫温斌，来自山西大同阳高县，今年28岁，是一名厨师。哦，是什么类型的厨师呢？是以这个刀削面还有这个炒菜为主。啊，不过我今天来到这个黄金一百秒的舞台是要展示我的高音，我的同事都说我的高音可以和阿宝比一下。哦，赛阿宝。对。哦，行，那你简单给我们展示一下吧，好不好？祖下领导在大家山，大江山，这不是很高吗？来，再往上升半调。马祖下领导在。哎，为什么那么想在舞台上就证明比谁高呢？是要唱歌，在你们那上唱山西民歌，就谁唱得高，谁怎么就是特别受到业内的认可吗？也不是，就是我，在我们公司的年会上头，不是有节目吗？啊，我就唱了阿宝老师的一首歌曲，也是这种高音特别多的歌。对，对，就是完了，结果我的同事们都非常认可我。由于你当时在这个你们这个单位的年会当中，这首歌或者说这几个高音一唱出来之后，马上你这个在单位的地位就不一样了，是吗？是吧。啊，之前是什么样？唱完歌之后什么样？之前很平常，就是默默无闻。对，是吧？唱完歌以后呢，就是他们感觉就是我唱得很好，就是有的想学唱歌就想让我教他，我说我还半拉子来，我还能教了人其他人了。工资涨了吗？涨了。哎，这个我们爱听。涨了多少钱？涨了500块钱吧。哦呦，可以啊。就是我来也是，就是公司就是赞同我来，就是说你去更大的舞台去展示一下自己。为什么那么支持你来唱歌呢？可能领导们也挺喜欢我这个唱歌吧，就是想让我这个在大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。好，这个咱们今天开嗓也开得差不多了吧？对。啊，可以登台了吗？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请大声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好，请转身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加油！加油！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压了骨髓，收了家园，赛跑到来，咱们结了年年如意，他要挑战成功。
喜你，工资又涨了500。是的，应该能涨1000。我涨工资，获奖证书也给您拿好。对，这个收好，希望你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。